进攻啦 ！Hurricane， 哇，这个比较会打哦。啊，那个上身拳。第五章，伦敦地下铁。Welcome to London。Look at the ironwork。没事没事。啊那那，有发电机，有感觉好像这是一个地下碉堡一样。这应该没什么东西可以拿了。然后，好了，哎，我们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好吧？他要骂就让他骂，我们就把他 ban 掉就好了，反正我们也不会怎么样。OK， 好像被堵住了，这个钢筋有点太重了。喂，这个是我买的，我买实体片的，来晚了，还好啦，还好，刚开始不久而已。吃东西喜欢加辣吗？还可以。又是我要上去爬了。Crap！ 旁边有类似那种攀岩的石头，是不是？哦，不是这个，我以为是那种攀岩。哦，这边有楼梯啦，我们从这边走。啊，那那那，再从这边。车坏了啊，辛苦了辛苦了。没有没有，我觉得再怎么样哦，也不能在那边出口成章啊。来，我们再走吧。嘿，没有管理员没有用药的啦，好不好？管理员是我看谁好，我再给的，这样我会看情况啦。来，我们再走吧，继续爬。207我应该不会玩，因为太多人玩了。然后先把它绑起来。这个这么重，看起来没办法吧？哇，好猛哦，居然可以这样。这样就可以了。德瑞猛，真的，我是会吃辣啦，我是会吃辣。嗨，嘿 ，OK， 哇，这个真的一个不小心呢，真的人就压到了。火线我会买，火线会买，这个往往会玩暴雨杀机，好不好？来了，平衡了，平衡了。还有老鼠哎、欸，老鼠平衡感也好好。这边我们再往哪里走比较可以呢？我看一下，应该是走这边才对，然后要跳过去这一边，哇哇，惊人的平衡力！哦，我知道，我知道，了解。Oh shit, get dow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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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omebody coming。就算有人来，我还是要努力的往前走。两点半出车时间，小心啦啊！出车还是要注意安全了。好，好，这里耳朵好吃吗？我觉得那个什么另外一间比较好吃。哎，他把他射死哎、欸。OK， 谢谢蜡烛，谢谢蜡烛。这个我就知道可以爬了，按叉可以往上爬。OK， 变壁虎功了。这会减啊，这会减啊，当然会连载继续下去。没有露脸，没有露脸。哇塞！哎、欸，你看，从刚刚那个小洞进来，结果里面有这么大的空间。现在起，不要用枪。看起来我要跳这个了。哎咻，哎咻，尽量爬过另外一个灯。高雄的、哦，可是今天早上还蛮，昨天晚上还蛮冷的。哦呦喂呀、啊，感觉差一点就被发现了。卤肉饭也不错啊。林家 ，Let's go。OK， 哦，从上面从下面都没问题，我们再继续的下来。嘿，到好，马上被抓到，还好我们在这边，趁机暗袭掉，碎了，勒毙他。OK， 没气了，哇，徒手击倒的，现在也不能捡。他说现在起呢，尽量不要用枪。什么一定呢？看到这个好像看到二代的哦，二代的二代的啊！那那那，后面这边还有台车哎，慢慢走进来。有，我知道，我知道。Train station， 他说这个是伦敦的地下铁嘛，对不对？地下车站。我住台南，住台南。这边还有个洞哎，这里应该有宝藏吧？看家没有，只能换学长去了。哎、欸，学长，该不会是什么什么车队的？
OK， 一人一个，哇！安静的解决他们，朝着这个方向走。They must have gone through here。哎呦，哎，这里好像那个绝命精神病院的地方。卡很久。Looks like Tudor, 16th century。这边有没有东西啊？这没东西。他做这个感觉好像都有东西的。我30了，20太年轻了。公司的前辈啊，原来。No, I'm not through the door. They're probably still in there. Good point. 哎，都要走很慢呢，都要慢慢走，我们上楼梯了。叫我们安静一点。试玩完了，已经拍完了。那试我在那时候刚出的时候就有拍了。Hey, over here.欸、有了，看动画，没有玩彩虹流，红彩流还没有。上海不一定。糟糕，有人讲话，我们来看一下。He was a loose cannon, and you should have known. Yes, it is regrettable. 来了。Not regrettable. 他们拿的东西是假的啊，就是那个罗盘，对不对 ？Your poor judgment could have cost us everything.罗盘，哇！但是他们没有戒指。哎，对，我家有狗。Finally, 他们这个是假的。Drake's secret will be revealed. 来看一下，转得开吗？啊，尺寸不合。What is this? I don't understand. 我会看呐、啊，但是没来，有时候来不及看。假的。It's a forgery. What? That's not possible. I verified it myself.把旧文的呀。This isn't the ring. Really? 女的像苏丽文，他们两个曾经在一起啊，所以有可能久了就变夫妻点了。We've been duped. Cut it out.你闯祸了啊哈。You men stand guard and stay alert. We may have been followed. 哦，他很精明呢，知道被跟踪了。没有，那个戒指跟那个不一样，真正的还在我们手上。妈妈的嫁妆 ，OK， 是时候来解决他们了，把那个罗盘给抢回来。你两个去斗兵架兵，我对这跳了。准备开始啊！啊、哦、，OK， 现在前面都没有，我们可以穿越，直接下来跳。哇！这一记真痛，这一记真痛。再来 ，OK， 就都给你打就好了。拖了来，哇！哦，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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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其他人。还讲话？不是还有一个吗？刚刚有三个。这里有东西吗 ？No， 这里没东西。用台语讲好玩了。可以讲台语里面，哎，这边好像有，这边没有 ，FPS 没有啊，我用30而已。你们两个去，对，没错，主角哎不见嘞，啊，人是倒去对，加码被当吹啊，看一下观察模式，哎。哦，这里在谁？哦哦 ，I see that， 傻傻的。没有，偷车不一定会。哎呦，这是蜘蛛哎、欸！ Nate， focus， we haven't got much time。好了，其实他们会不会是故意那个跑走这样子？来了，解谜了，要解开这个藏宝章，藏宝图的秘密。God, do you know what this is? It's a book. 我没有用逻辑。你应该是要问我有没有玩欧卡，对不对？我现在很少在玩。Lawrence of Arabia. Yes, I know who he is. Hi. This was mailed from Dorset on the day. 谢谢大家的支持。May 13th, 1935. 好久，1935年。They must have killed him once they got their hands on it. They, yeah, they, them, whoever these people are. 退取频道在下面。A lot of rubbish. It was an accident.Witnesses saw a black car run him off the road. Guys, so it was like a big cover-up. Maybe. 两个人在争执，好吧。That thing that you have been waiting 20 years for. 快点，赶快把它解开，好不好？判了20年了，已经玩到第三代了。
准备要揭开这个秘密的真相啊。很像吹佛会吗？我觉得很像那个杰克斯坦森哦。上次我在讲的时候就觉得很像。哎，谢谢幻灭，谢谢。开起来啊，他那个很像那种机械手表，有没有 ？OK， 有密码。来了来了来了，要解谜要解谜了。今天没有 Pringles 的没有。H 啊，难难难 ，L O H D N N， 这什么意思啊？哼，啊？啊 ，It's long hidden. What？ 埋藏金库 ？No shit, long hidden. Are you kidding me？ No offense, my 会啊，礼拜六会。啊，难难。It's an anagram. 看他要解开什么谜题。Golden Hind。金鹿 ，The Golden Hind Drake Ship， 密码是87哦。如果等一下有这个数字，我马上填你这两个，好吧 ？All right, spread out, see what you can find。他说鹿嘛，对不对？我看到后面好像有一头鹿了。OK， 来看一下下，我们到底在找什么？鹿，鹿，我刚看到这里有个鹿，是这个吗 ？No, no, no, no。It's gotta be here. 找啊，四处的找啊。是我玩完了。这个呢？这个航海的应该不是吧？找一下，找一下，找一下。先不要跟我讲哦，让我找一下。哎，这个吗？也不是哎。看一下。We can't be screwing around like this. They'll be back any minute. 金鹿号，金鹿号。哎，这个不是。这里有哦，这里有犀牛哎，哇塞，在那边找东西啊，这个可以爬，我找到了。I got it, I got it. 这里可以过去，对不对？哦，原来是这样子。哎，这里有个宝藏哎。哦，哦，这还可以上来。原来还有二楼的，哇，还有大象哎 ，elephant， 我看啊，所以这个都可以爬的，这边可以跳 ，OK， 我们跳过来，然后哎，我刚刚有看到那个鹿啊，哦，这里啊，哦，原来在这边啦、啊，我刚刚没有经过这里吧？我们先过来，先过来，要先跳上去，然后才有办法跳过来 ，Go，Yes，Yes， 取得了。打开他嘴巴吗？哎呦呦，抱着他，抱着他，抱着他！ Shit, the trap. 有来了，三八六分，打开！Go die, baby. OK， 两枪！哎呦哎呦哎呦呦！追下来了，追下来！找到藏宝图了，先吓吓你。来回走三折，真假的？可是我、哦、没有什么，没有看到上面那个阿拉伯，阿拉伯。这三个人怎么长得这么像？三胞胎吗？OK， 没禁忌啊，没禁忌啊 ，Go Go Go！ 既然拿到东西，我们就要 Go， 可以捡枪了，可以捡枪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OK， 捡 weapon， 捡 weapon， 赶快离原本的地方逃出去，哦、密室逃脱，哎呦哎呦，好细啊！然后开枪，碎的，谁跟你用拳头打、啊？有枪不开门，用拳头打。这里应该会有其他敌人哦，好多、哦、都是西装男哎，比起之前的差蛮多的。他们来，哎呦，还有红外线呢，先躲起来，先躲起来。Cover me， OK。他拿大枪，来不及了。再走，再走，我要捡他的枪。这边还有人，这边还有人。糟糕了 ！OK，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赶快先捡大枪，是大枪吗？水油，水油！哇，这也太大声了吧！哇，好好猛哦！他直接把枪丢给他这样。啊，那那那，这边要敌人。Steady，Steady， 快快快来！再来啊，再来啊！好、哦，我们秒到，我们秒到了。在这边啊，在这边啊，居然躲在这啊，死小子！
上面还有一个，上面还有一个。OK，OK，OK， 很诡异的气氛哦。摩西市民都是礼拜六啦。保卫，不要怕。换一下子弹。Watch，Watch，Watch。进攻啦 ！Hold you can。哦，这个比较会打哦。啊，那个上身拳。哦，好多人，他们太多人了吧？哦，这好打准啊！顺便捡一下子弹，我们再往前推动。一个打，一个打。可能是在这个地下室里面哦，比较多那个回音。欸、他们为什么？哦，再走，我们再走。OK，Let's、okay, go。还有吗？好像没敌人了。捡一下枪，捡一下枪，换一下子弹。要随时养成这种习惯。哎、欸，这不行，走这边。哎、欸，这也不行。哦，这里，这里。躲去哪里啊，大哥，大哥，躲去哪里？安南，安南，快让他们回家洗洗洗睡啊！哎、欸，好像有点在贪帮的感觉、啊。有瓦斯桶。呼呼，爆炸了！ Hey, there's a ladder. Come on, hurry up. 又有人，太扯了，太扯了！出来、啊，大哥，散弹枪，我们进去拿散弹枪好了 ，Let's go。今天没有，今天没有 GTA。哎、欸，我们都会玩啦、啊，尽量啦、啊，但是我们以竞速为主。烤肉了，慢慢过来，慢慢过来，一定还有其他敌人的。赵总，哎、欸，哦哦哦，原来在这边哦。哇塞，这么准啊！但是不是我打的？哇，好猛哦！送你啊，好不好？送你啊！哦、我散弹枪，忘记我散弹枪啊！我没有散弹枪啊！来送死的吗你？哦，好痛，很痛！秘境多少钱啊？你查一下，因为我是很久以前买了，我买那时候1000多啊，现在应该没那么贵了。阿玛三没有，暂时没有了。OK， 这边啦、啊。哦哦，什么时候还来一个？怎么会这样？去死吧 ！OK， 哦，好激烈的对打，哎、欸，他蛮会打的哎、欸，蛮会打的呢。OK， 已获得奖杯。七七八八不要叫，累了。哦哟，真的来到地铁站的感觉了，克洛伊，克洛伊，血量就是你会变黑白，叶灵先生，哦贝啊 ，shotgun， 好了，换枪啊，哦，这么多人哦，还是换我们短管散弹枪，啊，随，还是捡回这个、啊，慢慢打过去 ，OK， 远的先打。爆头，大哥，你们差一个石头而已。好，捡枪 ，Go， 像南坡一样冲吧！算了算了，都不能用跑的，跑得好慢呢、啊。还有还有还有，很多红外线的，先躲先躲先躲。Look out! Look out! Look out! 太多人了吧？我们该是要走上去吧？走吧。Up here, hurry.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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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鸣叫，谢谢。还有瓦斯桶，瓦斯桶应该是要炸开那个门的，是吧？瓦斯桶是要炸开那个门的嘛？哦、后面还有，后面跟呢、欸，跟屁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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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哦、糟糕，痛痛痛！剩一颗，剩一颗了，碎啦！过去捡枪，太扯了，打头都打头了还不死？阿南今天没有，今天没有，走开，走开，走开！这样会不会他们会不会死啊 ？Back up！ 哎、欸，你以为你们这样退够了吗？他们太猛了，他们太猛了，完全没事。Go go go！ 哦 ，go go go， 有路吗？怎么感觉有路？原来是两个木板，还有人。克洛伊来了，克洛伊来了，准备上狙，准备上狙。Get in！ Get in！ Get in！ 哦，人太多了吧？先放水了，啊啦。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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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你的队友不是人。哦，好大声哦！那喊我，我看不懂。哎，不要在这边打广告哦。Cheers， 拿回我们的罗盘了，又知道他们去了阿拉伯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该又要去别的地方了啊。Well, the map proves it. Drake didn't screw around in the East Indies for 6 months. 花火你懂没有？ Right. 我再人打，不要再打了，再打就变了。See this mark? Okay, 我们来看一下吧。This is John D's signature. Who the hell's John D? John D. John D. Elizabeth's closest advisors. Everybody knows that. Yeah. He was a great mathematician and navigator. Way ahead of his time. He's probably the one who invented that. Seriously into the occult. I mean, like a really creepy dog. 他们好像都听过这个人。He signed all his letters to the queen with this symbol, meaning he was her eyes. The original 007, you see, look, 007. Double seven. So it was John Dee who sent Drake to Arabia. Yeah, it looks that way. Dee and Elizabeth and Walsingham. Great, but what for? Well, that's the million-dollar question, isn't it? And this is where T.E. Lawrence comes in. See, before Lawrence became Lawrence of Arabia, great film. He was an archaeologist. 考古学家 When he was just a kid, he was obsessed with history. Everything to do with knights and the Crusades. And he traveled all over, documenting every Crusader site he could find. It's all in here. All right, you've lost me completely, kid. What the hell has this got to do with Drake? I'm getting to that. See, after the war, Lawrence said that if he were ever to go back to Arabia, it would be to search for this place he called the Atlantis of the Sands. 直播的话，自己 Google 一下，好吧。Now the legend crops up all over the world under different names. Anubar, Aram of the Pillars, the City of Brass. But the story is always the same. Well, City of Immeasurable Wealth, destroyed by God for its arrogance, swallowed forever in the sands. 我知道啊，但是我玩线上比较多，所以没玩单机。Here, well, I like the immeasurable wealth part anyway. And you think this is what we're going to send Drake after? Oh yeah, and more importantly.That's what Marlowe was after. 今天不会玩 GTA 啊。Wait, if Drake was on a mission from the Queen to find this place, why all the secrecy? I mean, it looks like he went to a lot of trouble to hide whatever he found, even from Her Majesty. I don't know. Oh, I'm sorry. What was that? No, hang on a second. Because if you recall, the last time we went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 searching for a lost city, things got more than a little dicey. 真的，我们上次为了找香巴拉，差点嗝屁啊。Drake only had half the clues.Lawrence only at half. We have both. 两个一半，五十五十，加起来就是100%了。我知道啊，卡车嘛，对不对 ？600 miles across. The Bedouin go around the damn thing. And even if we knew where it was, which we don't, we would die trying to find it. Just hold on. You see these symbols here? Yeah. Looks like Sabaean script. 48的文字。那。But the Crusaders were searching for the same lost city 1,000 years ago.But out of all the sites Lawrence documented, only two are marked with these symbols. One in Syria, the other in France. France, wow. Two are going to Syria. We're heading to France. Look, we track down these clues. We find Lawrence's lost city. I'm sure of it. Wow, 我要去法国哎。How are we going to get across? Oh my god. Miles of impossible waste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So technically, it'd be about 300 miles. Ah. Look, I don't know. We'll figure it out. 不会啦，我知道你是谁。Exactly. Yeah, 50%加50%赌注，我们还是要放手一搏。Let's do it. 感觉像玩命关头一样，这样子，然后就一群人要准备出任务了。来了哦，来到丛林的感觉，法国的东部了。我们现在来到法国的东部了，又是开着我们的吉普啊。End of the line, I guess.没路了。Don't。感觉苏立文就是要说什么不好的事情。Looks like we're going the rest of the way on foot。哎，剩两个人呢？啊，其他两个人怎么不见了？What? 那。Leave it to you to find a friggin' jungle in the middle of France。Well, we're definitely headed in the right direction. Chateau should be this way。去。Not too far。OK， 好吧，我们要翻山越岭了。